去搭 Disney 的火车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进入五福列车 ，OK， 前往 Disney City。迪士尼列车是专门载送游客进入迪士尼乐园的列车，它会停在 Disneyland、Disney Resort 跟 Disney Sea。这个就是 Disney Sea 的正门口，一进去看到满满的人在 cosplay， 搞到我有点分不清楚哪一些才是工作人员。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进来不到十分钟就下起雨了，我们也很无奈的走进纪念品店避雨。走进，很不爽啊、哦！我还要淋雨。哎呀，人生第一次进了这样的地方就搞下雨。我们看多点了，11点哈。我们看冰。这个是秀，总共有三种，一天只能选其中一种，当然也要看运气哦。一秒真的很小雨啊，真的很小雨。一秒。看在雨小的时候，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走下去附近的游乐设施，毕竟我们进来整整半个小时了，都还没玩到一样东西。对啊，由于呢下雨的关系，我们要搭这个 train， 但是很多人省下车的，下雨的时候就来搭车。一个五分钟的车程，让我们观赏到了乐园的风趣，也帮我们送到了迪士尼乐园的区域之一——发现港。在这里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就是这个米奇泡泡洗手台，它是可以压出米奇型泡泡的洗手台，不过必须把手放到最里面才能成功挤出。不然的话 ，Mickey Mouse， 有啊，有 Mickey Mouse 啊，有 Mickey Mouse。这里是神秘岛，由于下雨的关系，我们就在这里随便拍几张照就离开了。走一走，我们来到了美人鱼教屋，这里算是迪士尼海洋的地标之一吧。没有迪士尼的城堡，却有海底的王宫。这是以电影《小美人鱼》为设计蓝本色的主题园区，里面都是些室内游戏，最适合在下雨的时候玩哦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工作人员也让我收起了相机。
So 呢，这个是我们刚从 Fast Pass 进来的地方，它是一个 show 来的啦，非常多的。终于啊，停雨了啦，现在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认真的走走吧。看在停雨的时候，我们也争取时间去玩一些户外的游乐设施。工作人员除了服务态度好，也很会安排，即使你是一个人，他们也不会让你跟不认识的人共同乘坐在一个游乐设施，好让你玩得开心。接下来我们到附近的云霄飞车，我一喷水又往外经过那里。在排队期间，我也收集了相机，并拿出我的 GoPro 以方便我接下来的拍摄。一个不小心，我就扒了个头围，虽然还是少不了一点紧张感。毕竟这是人生的第一个云霄飞车体验。但也因此让我拍摄到自己更想要的一面，也感谢后面的人幽默的配合，让整个影片变得更有画面感。来，叫我金波，来变变。哇，爽哦喂！拍到完了哈，全拍到完。我能想象300的时候都是整的，错，I can open your eyes,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.所以要排队，见多了，所以咧排队过程呢，是都是很难。fantastic point of view, no one to tell us no. 神灯剧场。入场时会给你一个 3D 眼镜，进到去先来个小小的介绍，这个时候你是不需要戴这个 3D 眼镜的，真正用到的是在后面的迷你舞台剧。游乐园里也有是卖各种口味的爆米花，建议去找洋葱口味的哦。收上嘛，去那边。妈咪。失落和三角洲，远看整个金字塔的设计让我以为是木乃的主题，近看满满的遗迹感其实是印第安纳冒险之旅。进去前有个告示牌写着心脏病及健康不良患者不宜玩这个设施，让我们开始担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惊喜，当场就打开 YouTube 查询了一下。看过影片后发现其实里面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啦。
就要200分钟，我们也暂时放弃了这个游戏。返回发现港，天空又下起雨，上天的无情让我们不得不花个20马币买了那边的雨衣，以继续我们的旅程。水上斗气船类似水上碰碰车，不需驾驶，不会碰撞，只会突然在原地打转，是蛮扭曲的游乐设施，值得一推。哎呀在这个区域里，你可以免费获得珍藏防水地图哦。这时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就是这些木桶表面是装饰，实际是暗藏许多危机。只要你走到特定的位置，木桶就会喷出水把你全身淋湿哦，正适合淋着雨的你来玩哦。海盗船上的大炮，只要你拉下开关，就会有惊喜，让你玩得爽快。有几爽，这里就看图不解释啦。这就是为何我不喜欢穿雨衣的关系，因为穿上后你就会跟其他人一样，即使你穿着再好看，拍起照来就没有意思了。这个看起来像鬼屋的城堡，其实是个室内跳楼机，也是打卡的好地方。由于太多人排队，我们也只好放弃前往去另一个地方。湿湿的人衣，冰冷的雨水，这样淋着雨排队真的不简单。我也开始展现出脆弱的一面，这是我最不推荐来玩的地方，因为里面就是只海龟在用日本语跟你沟通，可能是我不会日本语吧。进去的人都被欢乐的气氛围绕着，而我却处于尴尬的环境中。随着时间的流失，天空也慢慢进入到了夜晚，我们也步行到了迪士尼受欢迎的游乐设施之一——玩具总动员。看在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也不等 Fast Pass 了，直接就排进了看不见尾的长龙里。玩具总动员算是一个射击游戏吧，配合 3D 的画质，加上设施上的迷你大炮，让你在玩的时候体会到漂移的感觉，又能体验到娱乐的享受，这是一个值得一推的游戏。一
个小时的等待换来五分钟的娱乐，即使这样人潮也不受影响，可见这个游戏的受欢迎度真的不是开玩笑哦。得知距离烟花秀还有整个小时，我们得争取先去完美最后一个游乐设施夺宝奇兵。由于深夜，我们也很顺利地排到了里面，并发现里面还有一条长龙要排，可见它的欢迎度也不简单。近45分钟的队，我们也搭上了这个冒险组的过山车。由于画面太暗，我也只好紧急先较量都没能进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点时候压下来的时候会中拍，然后画面最方便的照片呢。夜晚，上天终于给游客们留下了点面子，让烟花秀顺利的呈现出来。下过雨的天空上放烟花，怎样都会差一点，但我们还是很庆幸能赶上最后这场烟花秀。虽然没有我想象中的美丽，但也好过对着黑黑暗暗的天空 say goodbye 吧。迪士尼海洋乐园真是一个能让你玩一整天都不够的地方，有些娱乐设施没有玩到多多少少是有点可惜。但我个人觉得最遗憾的还是上天跟我玩了一整天的鱼吧。怎样讲都好，迪士尼海洋乐园一年365天都充满人潮，来这种地方最重要的不是看乐子，而是看气候哦。随着工作人员的宣布，我们也得知2019年9月18日的迪士尼海洋即将关闭。这时的旅客们都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往正门口前去。出去后发现还有许多人在迪士尼门外拍照留念，毕竟下一次的海洋迪士尼之旅也不知道是要等多久的事了。